我疫情也经常不牢了。我在拍一点东西。我们在台大找不到月亮，不走寻常路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哇，它肠味很浓的。他买了一些绝版的书，学姐她现在去刚才去那个附近的二手书店，然后去淘了一些绝版的书，她现在要好好看书了。就是在台湾大学旁边看书的特别有氛围感。这边晚上实在是太热闹了，白天太热，根本不适合出来逛街，还是有一点点风的，挺适合出来逛逛，超级多好吃的。现在我已经到公馆夜市了，然后人都是。我一开始以为是人。现在我要开始我的中秋活动啦，大家猜我要去哪里？这种风好凉快。我点了特别文青的一个茶，它叫文。叫什么文山清茶加珍珠，真的挺清爽的。像我一青年就应该喝文山清茶。我现在要来吃一下这个，哎呀它都丢了，哎你帮我。哇它这种要好吃哎。对啊，女生，我以前在女生宿舍楼下吃过饭，女生大一女生宿舍，我们在台大吃东西过中秋节，现在已经扛不牢了，我现在先吃了，老干好吃的，好满足。因为台湾大学现在有限流嘛，然后白天的话就外课不能进，只有晚上过来。但是我学姐她没有来过，然后特地想来看一下，那我们只有等到晚上的时候再来了，但是也蛮好的，这边随便逛一逛，夜晚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。这边好，你看，哎，这张，哎，这个就是为我们设计的嘛，是不是感觉很文青，适合我们？特地为我们准备了，我就坐下了。
哪里有月亮呀？伸手不见，可以看得见五指。台大最亮丽的风景线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来来去去，你看，你看全用自行车，每一个人都有辆自行车，因为校园太大了。鸟蛋顾名思义就是鹌鹑蛋，然后这个有点像，跟老街那个鸟蛋嘛还是不一样。啊？你在干嘛？我在拍一点东西。阿贝被一个路过的阿北叫住。拍照。嗯。拍个往里头拍啊。哦，好。阿贝估计阿北以为阿贝在拍他。怎么可能？害我赶紧换了位置。发现我们今天找不到月亮，本来是来这边赏月的。还是吃最重要。每逢佳节倍思亲啊，贝贝的贝。我们本来是来台湾大学赏月的，找不到月亮。今天是十五还是十六啊？不是，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。我们两个怎么总是这么有情趣的？不走寻常路。想起我们上次在新竹过年，流落街头。现在在台大过中秋前夕。还看不到月亮。怎么办？我们去找月亮吧。走吧。对呀，怎么没月亮呢？找不到月亮。在那里。看到了吧，我找到月亮了，但是它是被云遮住了。这超级大，晚上的话我更找不到了，我白天来我都找不到。总算在中秋的前夕看到台湾大学的月亮了，那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探索之旅。太艰难了，太艰辛了。对，我的中秋也没什么，没有什么家人团聚，每逢佳节只有倍思亲，所以在生活中要找一点探索一点不一样的情趣也是很重要的，为生活增加一点丰富多彩。终于看到这个月亮，让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虽然它被云层遮住了，但是我总是看到了它圆圆的影子。好吧，拜拜，那我等我下次白天再来台湾大学吧，晚上真的看不清啥。再说一遍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贝贝的贝。为空秋冷雨，到处不是人。轻舞弄清音，京北白夜车往顿顿，晚安万不想哭。Baby, staring at my halo, staring, but the way that he glows, I wonder where you came from.